69、70、71年，我在打仗时候做 helicopter pilot， 把我的直升机打死了，打下来，我们飞机直升机上面有四个，全部死掉，就唯我一个生。我都迷晕了30天都不行，啊，这 life support 啊，然后第31天我醒来了，就无事好了，你醒掉了，不然的话我们 disconnect everything， throw you body to a body bag。我好像做了一个梦，我去了一个很漂亮的地方，可能是天堂，一个很好的园，我想跑进去。一个人说你来这里的吗？我说这里很漂亮，我想进去的。因为你时间还没有到，你不能进来，我一定要进去。他推我，我一推掉下来，我就醒掉了，好像做了一个梦一样。